歡迎大家收睇今晚呢一場比賽。今日嘅天氣非常之好，睇嚟觀眾咧都係受到呢一個好天氣嘅帶動啊嚇！見到球場嘅氣氛，哇，幾咁熱鬧啊！兩邊球迷出盡力咁打氣啊！背景咧夠曬壯觀啦，咁啊聲量都夠曬，啲球員會為我哋帶嚟一場點樣嘅比賽呢？開波啦！哎，截得好！啊！呢個 matchup 幾得意啊！幾腳嘅短傳啊！相信好多人嚟呢度咧，都係為咗睇尼馬噶啦嚇。球場上嘅魔術師今日唔知會有啲咩表演啊嚇！可以創造機會，亦都可以直接喺前線攻門。總之球隊嘅勝負咧。好大犯規，球證判罰球啊！史尼達一下一下推啦，可以解圍啊！俾人偷咗個波啊！界外球。呢個界外球啊，掟得曳啦，咁容易啊，俾人搶走嘅。薛高，薛高，結果就係冇結果啦。費達力高華為迪，兩隊嘅進攻都唔算話太積極啫噃。想要個波，個波又嚟唔到。史尼達。史尼達。上半場都打一半嘅啦，啊！不過場波好似睇睇下咧，而家有啲悶悶地喎。我驚啲觀眾咧喺未完場前咧瞓著啊！呢球波大把人揀啊！好，成功清走啦！拍高尾，大腳傳到前面。球證吹雞犯規啊！古列治就諗緊點搞好，可能佢都覺得叫糊啦。射得好勁啊！中村憲剛，嗱呢一招唔 work 啦，嗱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，史尼達閱讀球賽能力好啊嚇，預測到之後會發生咩事，好嘢啊，食曬個位，唔使急，最緊要唔好慢，走井，遠藤保人，中村進庫，睇下俾唔俾到個靚波先。呢啲咁嘅傳波真係激死隊友啊！林米尼耶馬，古列治揾到空位啦！費達力高華為迪，睇實邊個喺前邊啊！哇，防守夠曬硬淨啊！史尼達。費達力高華為迪，拿達魯馬天尼斯攞波，中村進庫清走，有個反攻嘅機會喎。三浦之良唔掂啦，俾人搶走咗啦。呢一下夠曬睇頭啊！呢個係界外球。列卡特，古列治揾位接应，呢下救命啦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我话唔定一球定胜负啦。
傳波唔係好夠默契，向前場方向嘅長傳，力量同力量嘅對決啦。個預知能力真係好啊！俾波嘅路線又明顯得滯嘅。古列治，好搶咗個波啦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但如果呢個時間入到一球波咧，對士氣個影響咧好大噶。好，龍門開波，列卡特好夠警覺性啊！尼馬試下壓埋去啦，呢球波過唔到啦。費達力高華維迪，費達力高華維迪，古列治，費達力高華維迪。啊，幾有心思喎，不過實行唔到都冇用啦。啊，睇唔睇到有隊友啦嚇。There will be one minute at a time。薛高犯規啊！薛高拍高尾。球證明踢結束上半場，咁啊上半場兩隊都錯過咗一啲機會，而且咧兩隊都冇入波，可能啲球迷咧都開始耐煩嘅咯噃。睇完45分鐘啦，有咩睇法先？我諗教練咧有必要要改變一下啲戰術啦，要俾多啲機會啲前鋒咯。上半場啊乜都有啦，係冇入波啫，比數仲係0-0啦。下半場開波。上半場45分鐘努力就夠噶啦，但係埋門一腳啊，唔係幾掂啦。睇下下半場有冇球員可以交到貨先。哇！全部觀眾都一齊講咗一個字喎，林米尼耶馬喺左邊啊，全力衝刺，咦，傳得唔錯啊！個波喺拿達魯馬天尼斯腳下啦。中村憲剛，俾得唔錯啊！喺眼前都幾多選擇嘅喎。維拉、哥斯達古達，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個空位咧？中村憲剛，哎，守得好好啊，冇乜威脅啊。遠藤保人、費達力高華維迪爭贏咗呢下啦，佢有機會發起反攻啦。史尼达差少少咧，就单人匹马自己搞个机会出嚟啦，相当之犀利啊！呢下救命啦！好嘢啊，食晒个位。呢球咧将个波啄上去前面啊！两队依然系交紧白卷啦。哎，这个波不够力了，拿达路马天尼斯走位接应啊，费达力高华维迪找人走位，这球波挡得好啊，全向前啦，富安健洋解围，个攻势被对方查和了咯，好容易就接到，他用眼神帮这球波道咗歉了，他走位走得好好啊，不過我諗佢對於隊友俾波嗰下就唔係好滿意咯。揾到空位，哇！好跳得啊！我想追翻呢球波啊！尼馬、馬德里準備加速反擊啊！哇！呢球有趣喎，有機會入波。呢球波靚啊！大家等呢球波真係等到頸都長啊！真係唔怪得個龍門㗎，你睇下佢前面俾啲隊友遮住曬，點都救唔到啦！而家就等緊換人，領先1-0啊！哇！呢球波改變曬形勢喎，教練係時候諗想唔想變陣啦？好機會啊！
啱啦，呢个情况应该要咁做嘅。嗱，唔错啦，佢哋系咁先揾到机会去打开局面嘅啫。冇错啊。Kingman 有咩意见啊？嗱，而家落后紧咧，系要冒险嘅吓，不过都要小心，唔好输多球啊！系咪要起脚咧？冇问题，眨下眼就追翻嘞噃，好有斗心啊！话都冇咁快，俾人入波之后就追翻球啦，又打成平手。嗱，值得欣赏咧就系佢哋唔单止系抢个波咁简单啊，仲要系攞到个波之后点做嗰下好嘢啊嘛！教练向佢投咗信心一票啊！嗱，後備上陣有咁嘅著數啊！其他人開始攰啦，佢啊體力上有優勢啦，換得啱啊！Substitutions taking place。領隊第一次換人噃，呢場波嘅形勢真係不停咁變緊啊！唉，鬼唔係咩？成班球員一入波就放鬆曬，好似贏梗咁。喺右路突破到啦，而家會點咧？反應非常之好。而家睇落咧，場波嘅關鍵咧就係邊隊能夠冷靜啲，能夠 hold 得住個波啦。維拉、古迪。馬德里嘗試咧傳球突破啊！哎，而家可以反擊啦，分去右翼度，截走個波啦，準備反攻，拍定咁啊，幾腳傳送，希望可以組織攻勢。古迪嚟啦，望喺入面，哇，有驚無險啊！呢個會係界外球。维拉好拉开咗个空间啦，越左围啦，力度啊够啦，不过就系得个力度咯，一个长传啊上前场，古迪唔够准喎，好似。够钟啦，够钟啦，就快，会唔会有鼓励唔到嘅结局呢？个波就过咗边线，马德里呢几脚啊传得唔错噃，侧翼走位，睇嚟就似越位嘅，啊系啦，冇错啦。史代捷戈夫拦截成功啊！古迪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。龙门没收咗呢个波啦，阅读球赛能力好啊！冈崎慎司啊，一脚射埋去，入波，入波，入波啊！哇，睇下现场嘅气氛好到，咁嘅错都犯得，结果咪就系失波咯。江奇俾咗呢队一个教训啦，有问题嘅时候梗系清咗个波先啦，仲企喺度谂嘢喎。呢一队经已将比赛嘅形势扭转咗啦，问题系啊，可唔可以挨到比赛完先？俾球证话完场啦，喺危机之中咧，先见到真正嘅实力。呢队波咧喺困境入面更加团结，如果一齐走出困难啊，江奇成为今日嘅最佳球员，相信都冇咩人反对啦啩。呢场波咧，球员嘅心情真系好似坐过山车咁啊！一开头紧张，最尾咧就系最刺激嗰一刻啦，赢波啦！我谂咧，现场咁多人咧，包括我自己在内啦，都谂住呢场波最后都应该打和噶啦嘛！啊，估唔到，佢竟然够胆咧再去攻，结果仲赢埋添，抵赞！好，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嚟到呢一度啦，真系好多谢 Kingman 咁专业嘅讲解啊！客咩气啊！